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cloud 里面，它比较特别，就是其实我们一般有的在简报里面，你是会有做那个超连接，对不对？它也有资源，它也有资源哦。那怎么样做这个连接的部分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不管是图片啊、文字啊，其实都可以。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这边来。好，假设我这个字我想要连接，那你看一下右上角，点到物件之后，右上角有没有个连接？就是这个地方，你按一下，你可以选择，你看，你可以连接到不同的页面，电话就是我们动画里面的不同页面，也就是你的这个动画可不可以跟使用者做互动？可以，也可以问问题啊，比如说他回答 A，我就跳到 A，回答 B，我就跳到 B，对不对？你就给他不同的页面，你也可以真的连到你的部落格或 YouTube 频道或者 Facebook 粉丝团，也可以，当然透过电子邮件也 OK，你看，等位满卡。这样有没有很 OK？所以如果说，你想要让它能够，你来这边的时候，你用滑鼠滑过来，点下去，你就可以选择你是要连到哪个页面去，好，就跟它做互动的地方就在这里。那每一个物件都有，你看我点到它，有没有都有一个连接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跟我们一般单纯影片比较不一样的，它可以有这种互动，因为反正你给它也是一个网址嘛，它就上去看而已。好，就上去看了，所以我们基本上 Cloud Animator 就是像这样简单使用，有没有超简单？对不对？简单就会了哈。好，来还给你喽。